又是人品曰：“这六十化愿，若闻真实法，《无量寿经》念阿弥陀佛，真实里面的真实，不惊、不怖、不畏。” 信解受持，爱要顺如，修习安住，是为第一。随顺影响人，我就做不到啊！跟李老师10年。 时时提示，劝我用种种善巧方便劝我。他老人家很清楚，我喜欢华严，喜欢大经大论，不喜欢念佛，多么不容易啊！ 有很多人一听他就相信，我非常佩服。那真是大善根大福德。一听就相信，就一门深入。10年不改变，成功了，成就了。 一部《弥这个无量寿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。黄忠昌居士在深圳闭关，2年10个月，往生了。3年还差2个月，这真正是善根深厚啊！他来做实验。 听我讲经，说许许多多人都是3年成就的。他做个实验，看3年能不能成就，果然成就。那也许人说，那成就之后，那弘法利生多好呢？是好。 弘法利生要有发愿，他成就，他知道啊。今天度人难啊，太难。 今天度鬼容易啊，鬼比人好多啊，听话。他们知道苦啊，度这些花草树木、这些精灵容易，树神、山神、土地都容易，度人非常困难。这些事实我们都知道。如果在这个环境之下， 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，绝对正确。成佛之后，这个世间的人真正回头了，想修行。
想学佛了，他就能在极乐世界走到道家慈航了。他在这个世间到极乐世界，跟这个世间有缘分呐。佛不渡无缘之人，肯定会来。这是成就。真正成就一定随缘。有缘多住几天好事，没有缘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大好事。